当被问及特朗普在科罗拉多州取消资格的判决的时候，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三10月21表示，特朗普毫无疑问支持叛乱。星期二，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取消了唐纳德特朗普参加该州总统初选的资格。这一个非同寻常的裁决可能会在2024年11月大选之前被推翻。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以微弱多数裁定，根据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第三条，特朗普被取消参加该州投票的资格。该修正案禁止任何参与叛乱或叛乱的人担任联邦公职。拜登在密尔瓦基举行的活动之前对记者表示，他将由法院决定第14修正案是否适用于本案。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暂停了自己的裁决，等待美国最高法院的审查。特朗普表示，他将会立即寻求美国最高法院的审查。